因为好像以前有一句话就是义之守志啊，义啊，这个赞扬你的，这个毁衣随之啊，这谤衣随之啊，就是毁谤一样跟着你的这个战衣一起来的。所以一般来讲是毁跟义是参半，一半一半。人间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没有什么好那个的，没有什么好计较的，人间就是这样子啊。你以为哦，你是圣人啊，圣人孔子也要被毁谤啊，通通都要被毁谤的。所以你有道你就知道什么是毁谤，无心你就知道什么是毁谤。这个禅宗的要义就是在这里啊。这个悟气七十年啊，我离开七十年以后，有两位菩萨从东方来，一出家一在家，同时心化建立悟宗。其实何止啊，何止这两个人啊，你知道这个六祖一走了以后，就有五个宗派啊，五宗啊。这个临济宗在台湾是临济宗，在日本韩国是朝洞宗，当然也有其他的宗派了，仰维宗、法远宗、云门宗，这五个宗派随着六祖之后就成为一花开五叶。这两个人是谁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北石头，北方啊是石头西迁，南方啊是马祖道义，这是禅宗的大祖师啊。石头西迁跟南方的马祖道义，同时心化建立悟宗啊，地基迦南就建造寺庙啊，昌隆法寺。这个门人又问啊，未知崇尚佛祖应现以来传授几代？佛祖应验以来啊，应现显化以来，已经传了几代？燕垂开示，这个六祖就讲了，古佛应世啊，已无是量。其实佛啊，在世间呢、啊，已经很多了，在六祖之前。已经很多的应化不可计数，现在呢以七佛为始，七佛，过去七佛，这过去七佛呢，就是过去庄严界的毗婆舍佛、舍弃佛、毗舍浮佛、金贤界有基留孙佛、基那含摩尼佛、伽耶佛、释迦文佛，四为七佛，最后的是释迦摩尼佛，是七佛。以七佛，我讲过的，这个传都会传错哈。传到了日本，我们中国是基留孙佛，他回去写就写错了。变成狗留孙，我到日本去看，哎，这里怎么有一尊狗留孙呢？啊，原来是鸡留孙，写错了，写错字，日本人写错了。到了，其实到了哪一个地方啊，难免都有错。这个错会啊，错会很多的。你知道长龙航空啊？都是教我们，他教所有的地勤空勤人员都要讲台语嘛，啊，大家听过那个笑话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笑话是不一样的哦。有一个台湾的阿嬷哦，去办这个机票，办完了，那个人员就跟他讲，你要提早两个钟头来，以用单位讲，你要提早两个钟头来。
结果第二天啊，那个阿嬷哦，拿两个枕头，然后一去到地讲安怎呢？我阿是安怎叫我讲爱揢两粒枕头来？你看两个钟头，提早两个钟头，一共两粒枕头。啊，两粒枕头，你来提早两粒枕头，哦，啊来，啊那就对了。提早两个钟头变成胎衣，你们怎么样？两个钟头，两粒枕头，所以阿嬷就拿两粒枕头来。两个钟头嘛，要提呀，啊，提两个钟头，嗯，啊。拿两粒金头来，所以这个就是误解啦。台语跟这个国语都会误解，何况是印度话那个巴利文啊，传到台湾，再传到日本，当然变成狗流孙了。他们日本喜欢讲这个狗，叫阿妈天狗。鞍马天狗，鞍马天狗，所以他就是变成狗流孙了。这一尊非人啊，我们讲这一尊这个非人，非人，什么叫做非人？他不是人类，但是他是这个伽鲁达是很大的法力的一个。飞禽在佛陀时代就有，在印度时代本身就有，它就是偏近天的坐禽。但是你不能讲它是禽兽，它是非人。我们怎么讲？我们礼貌讲它不是人，但是是什么？它也是一个天人啊，天神啊，它也是神啊。他们供奉这个大自在天的这个牛，供奉这个都是很尊敬的。这里也谈到啊，有男女朋友同到一个 hotel 去，一张床而已。那个女的就在床的中间画一条线。我的小时候也经常被旁边的女朋友，哎，女同学了。画一条线，这桌子上画一条线，你手不可以伸过来。难得安头头啊，嘣嘣嘣嘣嘣嘣嘣，猛鬼啊，靠！啊，给你趴着嘞，安尼啊，他就可以伸过来。啊，他容易碰昏啊。这个男女男朋友跟女朋友同床，女朋友就画一条线。你如果过来的话，就是禽兽。那个男的很乖，他就睡在那里，一点都不敢动，也不敢翻身，一夜啊，失眠啊，其实情绪很高昂，但是他不敢动，听女朋友的话。女朋友醒过来了，哎，你真的没有过来啊？你连禽兽都不如啊！我们的这个伽鲁达是天，是天，是一个天，很大的法力，所以你不能讲它是，不讲它是禽兽。他是尊者，所以我称呼他是伽鲁达尊者，是一个天，很有法力的一个天。他护持佛法，咬掉了所有的不好的一切恶事恶人跟所有的恶魔。六祖有灾难啊，
我小的时候也是经常有灾难的，我爸爸现在在西方境，他解脱了，我也解脱了，我以后没有灾难了。以前啊，有一我读高中的时候就是拿第一名，那小学的时候是拿这个都是最后一名，最后第一名也是第一名啊。那我是第一名，从头到尾全部都是第一名。小学是最后一名，初中也是最后一名，还留级两次啊。这个高中的时候也是第一名啊。所以我一生当中就是第一名。小学初中的时候经常被我爸爸打哦，公家呢叫母，我不敢叫爸，不敢挨爸，敢叫母呢，只是一直叫我妈妈，妈妈叫我，我妈妈哪里敢啊，我爸爸很凶的，他凶起来啊跟那个嘎鲁达，跟嘎鲁达一样的，跟嘎鲁达一样的，张牙舞爪，哦。有一次啊，我妈妈教我们日语，日语啊，日语啊，不是どうもこんにちは，こんばんは，我们是讲那个，我那时候是讲什么啊？怎么我的记忆力那么差？怎么把这一句日语啊忘掉啊？哇，我讲不出来啊！哎，日本上司教我啊，晚上我爸爸下班了，斗赏。看吧，伊就盯啦。ご飯食べる。啊，ご飯、こんばん、ご飯食べる。然后我还加上一个どうも啊，就是どうも、こんばん、ご飯食べる。好像我妈妈是教我们说欢迎爸爸回来吃饭这个意思啦。どうもおかけください。おかけください。哦，どうぞおかけください。哦，わかる、わかる、わかる。哎，记起来了。どうもおかけください。当我爸爸一回来啊，脚踏车往旁边一甩，我们几个小孩子全部统统抖起来。どうもおかけください。吓得已经半死了，还讲吃入语呀、啊！吼、哦，我实在去我怕个会惊，真的被打怕了，被打怕了。我是首当其冲，因为我是老大，首当其冲。被打得要死啊，其他妹妹大部分躲在我后面、啊、这里有一个儿子拿着成绩单回来，这父亲就打他一巴掌，他说我很好啊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他爸妈讲，你没有看到那个导师的评语吗？你既然这样子，导师哪里有错？他的评那评语是写什么？每天经常跟同学打成一片。这个儿子被他打得要死，他说：“你每天都在学校打架，跟同学打成一片呢，打哎呀。”我每天是我跟我爸爸打成一片。
很惨的哦，实在哦，实在呀，阿妈喂。哎呀，我爸爸解脱了，他终于有舍利子了，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。那我也解脱了吧？这个六祖所讲的正法言禅啊，传乎何人啊？告诉大家。有道则得，正法言禅，禅宗在传这个底下的子孙的时候，直接传给你。正法言禅，拿开，摊开来，它是临济宗第几代、第几代、第几代，一直传到现在，是第几代、第几代，再传给某一个人是第几代。在传承是这样子传的，禅宗也有传承哦。正法言禅传给何人？有道则得，这一句话讲得好。今天你开悟没有？你开悟了，你已经见到道了。师尊是不是禅宗的传人呢？是啊，不是啊，对不对啊？动算啦，这现在大家都在画动算，现在没计划的，动算啦，师尊早就当选，我开悟的时候我就当选，我的剃度师啊，是果贤法师，是临济宗的禅宗门人。我一样有临济义贤的传承。我的剃度啊，帮我剃度的师父是禅宗门人，临济宗。所以我有临济义贤祖师的传承。我今天开悟也不是一个偶然啊，无心则通，你无心啊，可以通这个禅宗的贤旨。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好，要付给何人呢？无心则通，你没有心，你就通达了禅宗；你有还有心，你就没办法通达禅宗。这个道理很深的，这个道理非常的深奥。来时无口啊，什么是来时无口呢？转换了这个形象，你敢说自己是谁吗？今天不是瑶池金母啊，带我去看我的前世，说你的前世就是莲花童子，我敢说我自己是莲花童子吗？谁也不能讲的。所以这个无形的世界，有神有灵。有佛，有菩萨，有金刚，有护法，有空行，有诸天。这个噶鲁达就是空行。我简单讲一个了。我前几天晚上睡觉，床头出现一个人，穿卡其裤，白上衣，头发灰白，脸上这个两个这是什么会？
这个关谷啊，关谷很高。我把就背金讲，哎，啊，你是谁？我还以为我爸爸来了。我爸爸走的时候有回来了，回来他给我摸一下脚，摸一下我的脚。我醒过来，我知道那是我爸爸来，因为他在走的时候我也给他摸一下脚，所以他回来他同样的给我摸一下脚。哇，实在我给他摸一个脚他也知道，他又倒回来又给他摸一个脚呢。哦，这个一报还一报呢。这个人啊，站在我面前不是我爸爸的，我不认得。我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你找我什么事情啊？他说，我是杨日松。他说他是杨日松啦。我说杨日松听起来名字真熟啦，因为我写诗的时代啊，有一个人叫做叶日松啊。叶日松是诗人啊，啊，我以为说，哎，杨日松、叶日松，你到底是杨日松还是叶日松啊？一共我是法医杨日松啊，我说是法医杨日松，哦，我就想起来，哦，你是法医杨日松哦，哇，我做尊敬呢，因为他是这样子，他这个人哦，非常的尽责。他在侦查任何一个，在去看那个尸体的时候，在验尸啊，验尸的时候，验尸体的时候，非常的认真，所以破了很多的奇案，是很有名的法医啊，法医杨日松啊。然后说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我都还没翘起嘞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他说不是你死，是我死。他说那、啊、你怎么死的？他说肠癌啊，然后肠癌死了。我就再问他了，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他说请你，我要请刘世尊、哦、跟我送我一程。我说为什么我要送你呢？因为我要赴日就任啊。啊，赴日就任啊？你是要去对就任？他说要去日本，他要到日本去就任。我说啊，你去日本就任什么？我是当那地方的禁足啊，等于台湾的城防。啊，我就改讲啊，我跟他讲啊，啊，你找我去日本当城隍，啊，你当城隍，我不是当秘书吗？你要让我去？不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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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啊，我救了一方，就得罪一方，还是有冤亲债主。在水路上等我，那你身上啊有一点光啊，那不敢说是什么佛光啦、啊，佛光啦、啊，这个灵光啦、啊，这个神光啊，我们不敢讲了、啊，我们只是你身上，一共你身上有光，你如果陪我走，所有冤亲债主都会退散，我很轻易到日本去赴任。哇，我一听呢、啊、很高兴呢、啊、我就跟他走了。哇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一路上走还一路聊天呢。哦，他谈他哦，他以前怎么样子去侦查，一共安怎呢，他去看一个自杀的上吊的，看一个自杀上吊的，你再看看啊，这自杀不对嘞，就
田上来自杀。他一走才离开房门呢，那个自杀那个人的手啊，伸得好长，拍他的肩膀，拍他的肩膀啊。这杨法医啊，他一拍他肩膀，哎，我鬼，哎，都无人呢，那奇怪，什么人呢？拍坏肩膀，一个安呢？我检查一定有误，重新再检查。原来是他杀，他杀违章成为自杀，很细很细的，他把他查出来。他这个人是先中毒了以后，然后再那个凶手再伪装给他上吊，自杀了。啊，一路走跟他一路聊天，这样子走，哎，到日本了，哇，他变了。穿红袍，戴红冠，面孔变得非常的严，脸色变得有光。他已经扮成日本一个县的这个镜主，他在日本 Japan 哦，你用的 Master Tell Me Japan country 哪一个 city 哪一个市哪一个县哈？他问我是哪一个县，告诉你就是山口县。莫别讲，洗稿拎起他画杨日松一的出来，他就给你摸顶。山口县是在富士山底下吗？啊？哦，说你用了 master， 你住在山口县吗？山口县哪里 ？Where？ 啊？他是米啦，你用的 master， 山口县，在山口县了哈。山口县山口市县，嘿，他怎么跑到我上司那里去？哇，奇呀，奇怪啊！他，我问他说：“啊，你明明的台湾人，你哪招日本？”我问他：“你明明是台湾人，为什么跑到日本啊？”他说：“我跟日本有缘啊，要查一查他为什么跟日本有缘。真的，我是实在不知道杨日松跟日本有什么缘分。我倒不需要我干让。啊？哦，日本女大学生的案子是他破的。”命案是他破的，日本女大学生的案子，哦，林口生女子，哦，我听无啦，我听无啦，啊不，你讲起来，可以井的井，就是那个井口真理子的案件，非常有名，对，在台湾，哦，是他破的。是日本人的，对了。不过不应该为了一个破了一个女大学生的案子，他就在日本当日本的禁主城隍啊。哦，他是留日本的，留学日本的医生是吧？
留日的哦，医学博士，他是日本的医学博士，日本的哦，瓦嘎鲁瓦嘎鲁了，Solace 瓦嘎鲁啊，真的，他居然到日本去当禁主来，哇，有够奇怪，有够好的啦。几点了？5:22啊！时间到啊嘞，啊，歹势啊，啊，无今日就讲到这为止啦，啊。啊，祝大家吼，隆重动算，啊，祝大家吼，隆重无灾难。好，祝大家身体健康啦，啊，万事如意啦，啊，家庭圆满啦，哦，啊，一切冤亲债主吼，冤亲债主拢总退散啦，啊，增加福分啦，增加智慧啦。阿鲁达，万载，我妈的，别迷惑。